战火从未熄灭，时间遗忘了鲜血和硝烟。当黑暗降临，这个世界在呼唤英雄的到来。人城镇黑暗巨龙降下混乱与毁灭，世界迎来终焉之战，人们祈求神器之光重耀，等待英雄挺身而出。请将摇杆滑动到蓝色光圈处。受我的愤怒吧！暗影的力量下，瑟瑟发抖吧。
持续到世界的终点，世界的尽头。来自诸神，我的力量来自诸神。以信仰为盾，以意志为刃。以信仰为盾，以意志为刃。我无所畏惧，我无所畏惧，我渴望冒险。这个世界需要我，我的剑刃会找到你。我就是你。我的剑矢百步穿杨，我的剑矢百发百中，我的剑矢百步穿杨。无数次面临抉择，当黑暗降临，一切砰然崩塌，这个世界重生或者毁灭，谁可以掌握命运？有趣的是，才刚刚开始。大无数的勇者为对抗隐藏在暗影下的毁灭之翼，化作英灵。黑暗的化身有一个令世界颤抖的名字，黑龙王子诺克斯。为的前进吧，年轻的勇者！强大的古龙之力正在崛起，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。这样被仇恨充满的身躯，正是最完美的。在黑暗中堕落吧，没有人可以逃脱。自深渊下重生，我将成为你们新的主宰。快躲开，上海区域。黑暗，黑暗不应该存在。不应该存在的是这个世界。
匆忙。吾即是主宰。重生，迎接毁灭之后的重生吧。诞生出无穷的毁灭之力，世界终将化作虚无，坠入深渊。信仰圣光的埃布里亚王国，借助神器提诺的神圣祝福，击溃了邪恶的红石帝国。然而逃往北方的敌人却选择了向黑暗臣服。危机面前，年轻的王子将亲自出征，带领无畏的勇士迎接和平的曙光。愿提诺之我接受王国的召唤而来。赫鲁塞德殿下正亲临备战，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勇士去往前线战斗。啊，一位年轻的勇士听从您的差遣，欢迎你加入王国军队。曙光镇是个美丽的地方，黛西小姐平时很照顾我们，她似乎遇到了麻烦，能替我去看一下吗？暴躁的树精影响了我们镇子上的生活，请帮忙对付他们。旁边的伐木机可以派上用场，顺便收集一些木材交给王子。翡翠湖出现了一些脱脱，他们一定想要传达什么信息。骑上这匹马前去查探，试试你的坐骑，它能让你快速到达目的地。
你请您不要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是托托族漫步者阿里盖里，有股强大的你感谢黑龙王子一些奇怪，诺克斯想要亲你曙光镇带来杀戮与痛苦吗？是他带来的地方，快骑上施救，从空中解决他们。向左转动视角，选择轰炸范围。向右转动视角，选择轰炸范围。轰炸吧，将这些敌人统统消灭。轰炸很成功，快去支援曙光镇。洛克斯打算夺走光之神器，遗落的神圣祝福，带上圣水阻止他的阴谋。对不起，黛西殿下，想抢走神器，这里将成为他们的坟墓。敌人就在前方，让我们并肩作战，击败他们。站住！我一定会把神器夺回来。